其實要 reset 又裝開咧 ，reset 點樣？收代資嘅我哋，撳咗先得噶。我哋玩人哋嘅玩具。系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见面啦。呢个系啦，今日好高兴，系咪可以讲你个名噶？你想嘅，系啦，好高兴，帮人请嚟玩小朋友玩具咯。都唔系我请嘅，但系邀请我嚟一齐玩。我系陈子清啊，陈子清啊，陈生你好。我系阿 Jo， 阿 Jo， 佢姓啊呢个。阿 Jo， 小姓 Jo，OK， 好。嗰个吴家乐，我系 James 超人。今天很開心有小飛入玩具玩咯，呢、這個嚇呢、這個小飛其實我已經第一版的 version 咧，朗膠版我已經買了噶啦。雖然呢個都是朗膠版，但係呢個係 version 2 w 咧，就係、是、好像是用了植毛的技術。喂，我聽講你是純玩家身份喎。係啊，而家係純玩家身份啦，變咗。呢隻嘢係即係生產就同你冇關嘅。同我完全冇關嘅呢一個，雖然我誤會啦，我驚住一陣誤會咗，以為呢個係我嘅作品，唔關事嘅。呢個係另外一間公司。出的小飛玩具是咪本地公司啊？係本地公司，羅拉神係係啦嚇。CCW 啊，好啦，跟住先咯，係啦。哇，好大隻啊！好大隻，呢個60cm。誒，小心啲啊，呢個。哇！由呢個本地知名小飛俠收藏家開小飛俠啊，今日包小飛俠呢一個係。呢個擺開一邊先好啦，呢個都可以呢個。個盒都幾靚。其實個盒幾靚嘅，佢個 bus 都做得幾好呢一個，係啊，尤其呢幅圖，尤其呢幅圖，呢幅圖好有感覺呢個，係啦。瞓喺度都有段古嘅喎，係嘛？瞓喺度係有嘅，因為呢個係去蘇醒版嘅狀態，即係話因為起動前，因為係2003年4月7日出世嘅呢一個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如果今年下個月佢就15歲生日啦，呢個係，咁所以都幾好嘅，係啦。咁呢個小飛俠我覺得幾正嘅，其實佢呢個圖咧應該係差唔多20年前一批嘅插圖嘅樣嚟嘅嚇，咁佢攞咗呢個嚟做呢個造型，其實都幾討好幾靚咯，我覺得係。咁同埋今次咧用咗呢個技術咧，呢個我哋係咪叫植毛嘅技術咧？應該叫係啦，植絨毛啊，植絨毛係咪呢個係 ？Locky 啊，係啦，咁啊其實就係好得意嘅。如果呢啲你玩其他啲玩具或者可能啲。公仔玩具咩森林家族之類嗰啲咧，都會好喜歡細細只會用，好似最近比家超都有用呢個技術係咪啊？係啦，咁啊，但係咧不過咧，係鬆埋，係其實真係好正個感覺，因為咧同你一般見到嘅 texture 唔同咧，嗰種感覺咧係好舒服嘅。咁啊有好好摸，好好摸呢個係啦，有係啦，洗完手喎，好大好有又大叔講呢啲嘢好似有係啦，有啲動作有啲係有啲唔同，好敏感啊而家啲話題啊，小心啊你哋。咁不過咧，呢一類物料咧，其實同朗膠就話驚出油啊、腳軟啊。咁但係呢啲植絨毛呢一種嘅技術咧，就會有一個問題嘅。我自己以玩家角度嚟睇咧，就因為咧如果其實正常一個呢啲植絨毛公仔咧係冇問題嘅，好靚嘅。咁但係如果放喺包裝或者有嘢擠壓嘅話咧，就會有機會會壓到呢啲絨紋，即係我平時啲絨布咧，咪掃呢面咪白，掃翻呢面咪黑咁樣嘅。其實係咁，而家係一個固定嘅。咁因為佢個包裝係吸塑膠咧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佢有啲最高點，我哋所謂話壓住嘅位咧，有機會會令佢有少少會。呢啲叫乜嘢咧？瑕疵出現，其實咁樣咧都幾影響，可能有啲收藏家咧，可能去打開嚟睇，咦？點解呢啲位全部使唔使影下咧？呢、這個會有依樣嘅出現，即係可以提下生產商注意呢個包裝嘅啦。譬如你見到呢一度呢啲白點咧，冇噶啦，其實係個吸塑壓到。譬如呢啲位咧係比較嚴重嘅，如果可能之前嗰個版本，個形狀嘅問題啊，係啦，大家會睇到咩？我哋成日話最高點咧就係、是。鞋尖啊，接觸面係嘛？胸口角接觸面，即係最高嗰個點接觸面咧。譬如鼻尖啊、手啊、鞋頭啊，咁你會見到咧，因為呢啲位擠壓住咧，就會變咗白化咁樣，好似壓，因為壓平咗佢嗰啲纖維啊，尤其是家底呢個位。我諗如果呢一隻係咁嘅話咧，相信成批都會有機會。咁但係而家佢哋應該就冇可能改個吸塑膠噶啦。咁但係就話，如果佢係因為唔係話太緊嘅話咧，係因為摩擦咧，咁可能加個洋葱子，我哋叫雪梨子、洋葱子嗰啲可能咧會有幫助。但係如果佢真係嗰個吸索係好 fit 擠壓嘅話咧，就其實就冇得救噶啦，應該就。我自己個人少少心得咧，即係如果對呢啲咩絨面玩具，即係唔係話太離譜嗰啲咧，我唔知個方法，你會唔會都會。
屋企如果有時煲水有啲蒸蒸，嗯，我擺面蒸一蒸先，嗯，跟住就攞一隻牙刷，嗯，輕輕力咁擦擦翻順佢咯。其實呢個是一個試方法，但係呢個刷咧有機會刷到佢會其他都會刷埋出嚟。其實大面積處理咧就係比較困難嘅，細面積咧因為好似咁講，你話刷一刷佢咧，可能佢個手呢度係白咗嘅，你成隻手刷曬，咁佢 finish 就唔覺眼噶嘛。如果咪有係啦係啦，咁但係刷到，但係譬如而家呢啲咁樣咧，有少少咁，我驚住真係如果啲客買翻去，如果見到啲情形咧。我都擔心，如果有啲高要求嘅咧，可唔可以攞第二隻嚟睇下？通常係咁噶嘛。嗱，你係咪盒控嚟㗎？嚇，你係咪啲？我唔係盒控嚟嘅，我係爆㗎嘛。我一定爆嘅。咁所以嗱，視乎人嘅嗱，對於我嚟講啦，即係咁講，如果呢個價錢其實又好合理，幾多錢啊？幾多美金啊？一百六十幾美金，好似一百下。但如果應該零售應該可以，應該係平啲嘅。如果一鋪買應該會。應該就是，我估就係呢個千零蚊啦嚇，因為千零蚊有60cm咁大隻，其實真係好正嘅。不過就話好似咁講啦，就算千零蚊，有啲人就話已經唔係講緊合控咯，係講緊咦依度白，依度白呢白，攞第二隻嚟望下，即係你都會咁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可以令你有足夠去 support 你有要求嘅價錢啊嘛，去到嘅。係啊嚇，咁但係有時好似咁講啦，你依個價錢買到咁樣啦，其實都算係咁啦。咁依啲可能就。唉，算啦，冇辦法啦，咁樣大愛戰勝一切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冇完全百分百完美啦。不如我哋拎佢出嚟企，企喺度瞓喺度睇好啫，得意。係啊，企喺度好就企喺度，本來就係瞓喺度。係啦，仲有一樣嘢啦，咁樣如果係女士們玩咧，就要更加小心啦。啲指甲啊，因為依一類料咧，即係除咗玩。剝開時嗰啲皮嗰啲咧，一刮嗰啲瓦面咧，依啲咧都好容易。如果有指甲咧，一刮花咧，就應該冇得救噶啦，又係。冇辦法嘅，老公唔出得聲嘅，或者男朋友都，唔通你叫剪指甲咩？咁唔係嘅，叫小心啲玩咯呢個。你錯啦，你以後唔好買玩具咯。以後嘛？你揀佢定揀我咁啊？係啊。造型咧？啊，造型我想講。係。你行家嚟㗎啦，老行家嚟㗎啦，小飛俠。係。佢造型上面，即係譬如話，大家一般見到小飛俠咧，譬如話近代啲啦，80年代後嗰啲嗰堆小飛俠啦，至到2004年啊、2003年嗰時。佢通常都好強調心口可以打開，係埋嗰條線嘅。係啊係啊，呢個就冇噶嘛，呢個冇，係呢只冇噶嘛。其實呢個咧係視乎佢哋做拉神需唔需要加呢樣嘢，因為呢個唔係特。你覺得加唔加？其實可以唔加嘅，因為某程度上咧係可以隱藏咗呢條線嘅，係啦。戲入邊。因為可以咁講啦，都講小飛俠成50-60年嘅造型，即係始終喺漫畫，就算分咗佢有舊嘅。中期嘅或者最新嘅，咁但係都有啲如果大家留意咧，除咗呢一樣之外咧，如果你見，如果係比較舊式啲咧，有皮帶佢兩個 highlight 喺度，有兩條好硬嘅，係啦，其實係啦，好似呢一個咁樣，係啦，即係呢種咧，同埋咧個頭個 highlight， 你發覺呢啲咧係唔加嘅，舊版嗰啲有嘅，舊版會加嘅，因為佢想跟翻個原著嗰個圖，但係開始而家新啲嗰啲 modify 咧，即係好似咁講啦，即係你做 console 或者成。譬如 Lyson 佢都批嘅，你唔加嘅話，都好得意嘅，因為佢以前嗰啲2D 咁樣咧，佢加啲 high 咧就強調過立體感嘅啫。因為而家嗰啲全部 CG 啊或者睇身咧，佢唔需要再需要，所以就變咗高光咯。所以嗰一舊嗰啲咧會好睇啲靚啲，皮帶有兩條白色會覺得係先至係神似啲。咁但係而家好多咧，佢刪減咗嘅原因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，因為全成個係 CG 嘅。呢啲只係基本嘅高光，唔需要用平面去處理。但其實呢啲平面嘅感覺咧，就係嗰種所謂懷舊嘅精髓味道。同埋呢度你諗下，如果有兩個 highlight 白色，喺呢度有兩個白色咧，其實早期嗰啲日本版會有加嘅。你橫山光輝嗰啲佢都一樣有㗎，會加㗎嗰啲而家冇嘅咯。同埋1990年有冇留意有個叫方木博士咧？佢攞咗嗰啲模特兒公仔改咗個，哇！我中意到不得了。係啊，好正啊嗰個。哇！又係嗰個係喇叭嚟嘅嗰個係，正玻璃纖維咁樣，係啊，一路做展覽。早期唔可以播 iPod 嘅，後期改咗。我試過挑戰我改嗰只，係唔得失敗。但係日本仔有攞 Billy 頸嗰只嚟改咯，阿拜 Sir 就買咗咯呢個係，嗰只日本仔手改得一隻嘅啫呢個係。都有啲到發燒啊！有啲重量㗎呢個係。有啲師兄就話好抵賣，你覺得係咪好抵賣？係。是真的抵的，是真的抵的。不過就都是那些噴霧那些地方就嗱，又可以咁樣講啦。植毛呢啲植毛呢一種咧，其實就因為之前我都講呢個是第二個 version 啊嘛。
其實第一個 version 係純歪路朗膠嚟噶嘛嚇。咁、其實如果你玩朗膠嗰、那個，其實兩種味道嚟嘅，我覺得。如果你真係覺得呢啲絨毛會有咁嘅瑕疵，又或者啊，我都係中意原始嘅朗膠嘅，咁買翻第一代。真係好正，嗱呢個摸落去好，個感覺好 soft， 好係啊，嗰個嗱，你睇而家睇到鏡頭咧，好真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柔和感好靚。因為佢係冇 highlight， 因為佢係吸咗嗰隻，食光咧，食光，我叫食曬啲光，呢啲係噴油做唔到嘅。有啲 BB 仔就中意誒，好香啊！仲有我哋有種技術叫噴橡膠油嘛。橡膠都可以有種牙，即係我哋嗰啲 remote 啊，絕手膠 remote 啊，相機啊 ，US 嗰啲嗰種橡膠都做到。但係嗰啲佢日子耐咗黐粒粒咧，係一樣係，其實同呢啲都有機會一樣。如果呢啲遇潮濕，再放喺盒入面咁樣咧，又濕又乾咧，可能會更加乜嘢嚇？啊，新宇新宇文係咪冇可動嘅？完全有，佢有五個地方係，但我驚佢二三手就得啦，腳得唔得？腳有冇得兩？有五個左右兩位位置係，零就唔得啊！啊 ，boot 嗰度接後位係咪可以零？佢眯埋眼咧，你整到佢好似有少少油。係啦，呢一個咧，好多人都有講過點解小飛俠呢個形象，因為如果你真係有睇漫畫性嘅話咧，就知道佢咧啱啱準備起身之前咧就係咁嘅樣。所以呢個瞓覺眼咧，其實係都係一個名場面嘅造型，係啦，即係瞓喺度 display。同埋佢都攞翻以前咧大都會啊嗰類咩電影啊科學怪人咁樣，係啊係啊，初起動嗰個名。佢喺個 lab 嗰度出世噶嘛，係啊，其實嗰個畫面咧係有啲似科學怪人，同埋大都會咯，係啊。佢坐起身會唔會出開眼版咧？其實呢個咧，佢出第一隻咧，我已經講，但係咧，我會留意到一樣嘢咧。佢個眼眉已經挑咗落去啦，係應該做做翻啲眼睫毛挑出嚟啊！唔係，而家已經係立體嘅啦，所以如果要做開眼版咧，要開個新帽，或者換眼，開個頭，開個新帽，換眼係啦，換眼唔得，佢冇設計，即係我覺得佢有好有誠意嘅，其實係，因為如果要我自己做普羅純生產嚟講，如果我知道第時要做開眼咧，我唔會挑埋立體，佢呢個唔係黐上去，佢唔係黐，其實佢個眼眉毛係立體嘅，所以咧，如果第時做開眼版，即係唔好話人話呃錢啊咁樣。佢做開眼版，佢一定要挑翻係開眼嘅模具，即係呢個模具咧要做過嘅要嚇。咁但係咧以推斷或者判斷咧，我覺得都有機會開眼嘅會，我覺得會嘅，係啦，頭咯，成個身咧，或者換個咧開眼，佢個完成度其實好高嘅。咁但係如果以我即係咁樣講啦，因為佢哋依啲而家攞拉神咧，因為呢個拉神攞翻嚟嗰陣時，佢呢個造型係合埋眼嘅。如果佢個拉神嗰個街卜係冇開眼咧，你可能要申請或者先至可以做到。再嚟過。係啦，睇佢買咩拉神。係啦，睇會唔會話有個開眼或者要求做一個開眼，咁佢哋肯批唔批你咧？咁樣嚇就唔係話好似成日話成日啲人話一冇多識，其實都有誠意嘅。其實你見佢咁樣做一個咁樣，佢都。QC 都要花好多心機，咁你唔好一下就話，第時又開眼啦，第時又變金屬色啦，又變透明啦咁樣，咁係啦，依個將來嘅事冇咁樣想，係啦。你中意嗰個 version 咪買嗰個 version 咯。不過有問題想問你，係你會偏向中意佢而家呢一個頭啊？因為你都知佢舊版本呢個頭咧，係眼咧同埋個鼻個比例咧，佢眼係大好多嘅，係佢接近啲初代米奇老鼠眼噶嘛，係啊，同埋佢隻角係再長啲噶嘛，係你會中意邊個？呢個我覺得佢係接近翻八十年代，呢個八十年代嘅，呢個八十年代拉神嚟嘅，呢個係，因為其實本身拉神都有分，即係六三年啊、八零年啦、零三年，其實我中意八十年代嘅都係，因為嗰個係睇呢個，呢個大部分人都係睇佢第一個八十年代彩色版，即係第一套彩色版，係啦。以前你叫杜比咁，即係到而家睇都係。啊，講杜比咧，我都想要講喎。我想講啊，呢個雖然幾多？俾幾多分鐘講杜比啊？可以繼續講。係啊，其實杜比咧，我趁呢個機會，我一定要講。其實咧，大家。杜比係好開心、好有印象嘅，對於呢個香港翻譯。但我想講咧，其實杜比咧，天馬博士小飛俠點樣嚟嘅咧？係天馬博士個仔，天馬博士個仔叫做天馬飛鴻。天馬飛鴻係人名嚟嘅，而飛鴻個字日文係叫 Tobio。咁因為有英文版，個個都叫杜比。咁而翻譯嘅人咧都係叫 Tobio， 但係咧 Tobio 只有一個人可以叫嘅，就係天馬博士。天馬博士叫個仔叫做杜比，所以翻譯就叫杜比。咁但係咧，早期漫畫開始混淆啦。小飛俠點樣嚟㗎？小飛俠就係因為咧，佢開始唔中意小飛俠，賣咗去馬戲團之後，
去買團咧，先俾人改咗叫佢做小飛俠 Astro Boy， 係一個新嘅名嚟嘅。從此咧，佢就叫 Astro Boy。但係天馬博士見到佢都係叫杜比，而翻譯嘅人咧就以為佢就係叫杜比，所以以後小飛俠咧都叫杜比杜比。同埋香港版，因為當年80年咧係買外國版本嘅，所以佢用英文譯過嚟咧就叫 Toby， 所以就叫杜比奧，所以就叫咗杜比。香港翻譯咧。從此咧都係叫做杜比杜比，不過咧就叫知佢個名字就叫 Astro Boy， 其實係混淆咗嘅。如果有睇漫畫咧，係好清晰喺入面天馬博士叫佢嗰陣時候會叫 Tobio， 而其他人叫佢就會叫 Astro Boy 或者 Adam， 即係呢個係後期。所以但係咧杜比個名字的確係好深入民心喺香港，因為喺八零年代個個都係睇嗰套卡通片，卡通片英文版 opening 嘅卡通片就係叫杜比。佢仲前半。嗰啲集數咧就播日文歌，後面就播啲英文版嘅主題曲噶嘛，好奇怪噶嘛。唔係，因為咧後期亞視買咗，亞視係播日文版嘅。係啊，我睇嗰個版本就係。同埋亞視個名咧，好似唔係叫杜比添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呢、這個就可以解釋咗啲嗱，因為文化傳訊攞漫畫嗰班人咧，都係睇杜比睇、無線嘅小飛入大嘅，所以同埋佢哋譯名都係叫 Tobio 喎，但係咧就誤會咗後期咧，如果睇日本漫畫咧。去到小飛俠嗰陣時候，後期全部都叫做 Adam Adam Adam， 只有天馬博士出嚟 Tobio， 因為佢係佢個仔。咁但係香港總之就係統稱咗杜比，所以大家就深入。但係一同埋最主要咧係文化傳訊，成套漫畫都係翻譯去做叫杜比。咁所以大家都係睇嗰套漫畫就叫杜比啦。點解文傳呢啲都會即係其實我叫譯錯㗎？嗱，我又可以咁講啦。要求你中文版嗰陣時。即係當其時冇授權嘅港產漫畫，我諗呢、這個 Astro Boy 同埋真係天馬博士嗌佢杜比，呢、這個好清晰㗎。係啊，喺漫畫好清晰嘅，因為咧，我相信係即係比除咗日文版會係傳神咧，外國咧我就未睇過英文版。其實日文係中文版係真係好多都係要嗱咁、台灣啦，同埋好得意嘅。全個東南亞區只有台灣可以唔使改亞同木，好得意！我都依、這個都又可以講下嘅、因為其實原子小金剛係台灣專用嘅，咁佢可能真係啲好特性有少少特權啦。譬如怪異秦博士，大家都知道係台灣人改嘅，咁啊又辣咗落去怪異秦博士啦。點解要怪異秦博士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翻譯嗰個人係姓秦嘅，係真係吹佢唔漲，吹佢唔漲，咁因為始終 Lyson 去到而家比較 update 嘅年代咧，想將呢啲名歸納曬，所以就怪依黑傑克，其實 Bad Jack 黑傑克係正常嘅，因為一路 Bad Jack 所有純中文翻譯都係黑傑克，好難讀，因為係 Black， 所以就加咗個黑字，根本譯傑克咧係一路都係 Jack 都係譯傑克嘅，其實係，即係你唔同 Michael Jackson 嗰啲啦嚇，呢、一個嚇，即係好似 Michael Jordan 叫做喬治，係啦。呢、这個係中國喬丹，中國版，中國版係叫喬丹，咁我哋叫佐敦一樣。咁所以如果頭先好似阿德哥咁講咧，係有少少疏忽咗嘅，我都覺得係，因為佢喺漫畫入面後期已經唔叫佢做小飛俠啦，有時。但係咧，你要發佢有分第一身同第二身嘅翻譯嘅人，即係譬如佢覺得係朋友叫嘅咧。就會叫咗杜比，但外人叫咧小飛俠啊，會咁樣嘅喎，即係你會，即係佢有少少咁樣翻譯咗，同埋佢成十幾集咧，未必係一個人翻譯啊嘛。咁我睇翻之前佢叫杜比，我咪譯杜比，個個都唔會話你譯錯嘅嘛，因為我都知佢叫杜比，但你叫小飛俠，我又會知佢叫小飛俠。咁但係只係話會唔會咁深究？咁但係因為好多人成日都話唔係，我記得佢叫杜比。即係有咁同我講，即係叮當同呢一個哆啦 A 夢嘅情意結，係啦，都有少少咁樣咯嚇。因為奇怪噶嘛，佢台灣嗰啲譯咧，譬如話原子小金剛五星物語啊，德哥又熟啦，係佢翻譯嗰時有死咗添嘅啦嘛，而家係你冇可能揾到呢啲人譯嘅，係啊，因為佢哋譯咧，佢直頭係譯到佢自己可能都。佢自己加落去嘅，一撈啲創作落去加落去嘅，補鑊㗎，係啊，好奇怪。嗱，我想講咧，台灣翻譯咧，我由細到大睇翻書，即係咁樣講啊。台灣人做翻譯咧係專業少少嘅，點解專業咧？我都有留意好多，因為我專儲嘅書啦。其實咧都有睇其他漫畫，台灣人咧，我相信翻譯嘅人係會睇曬成本漫畫先至改書名。佢研究曬個歷史先至睇曬，有注㗎好多。有我睇先，所以我就睇賴明珠就係點解咧？咁所以佢哋咧係會睇完咧改嗰啲名字，譬如
即係佢哋會睇完咧，跟住去分析改嗰啲名字，即係譬如手中嗰啲漫畫叫做《Wonder Three 三神奇》，即係兔仔、馬仔。咁但係我睇老番書咧，係叫做《應否消滅地球》，好犀利。但係個古仔其實咧係真係講佢哋三個星球落嚟，睇下你哋嘅地球值唔值得保留。你會發覺點解佢改咗個書名叫做《應否消滅地球》？其實因為嗰個翻譯嘅人係真係睇曬成個漫畫先至改，好多書都係咁。人間昆蟲記嗰啲佢都要咁改啦，係啦。嗱，我諗阿 Joko 咧同埋阿 James 非常講得好興奮，啲觀眾睇到開心，我見到嗰度了了了。唔係，不過真係時間關係咧。好啊。咁因為我哋今晚係依都之前邀請咗阿 James 咧，會幫我哋繼續爆下其他玩具添嘅，好唔好啊？好 ，OK， 係啦，見你覺得唔夠力啊，你要好流利啊，呢個好慢慢爆。其實之前佢未開波已經講成粒鐘㗎啦，好多古仔講㗎，佢好叻㗎。好咁，好咁多先啦，好，拜拜，下一節多謝多謝啊 ，thank you 你啊，好。